又今日今日咧呢个咧系一个 video blog 嚟嘅，又又咁啊！今日呢个 video blog 可以两都见到我个 Facebook 噶啦。哇，系咪鸡乸咁大只字？惊死你哋唔知咧。其实影唔影到我 video， 即系影唔到我 Facebook 噶？影到嘅系冇错。咁我今日咧就系想同大家讲一讲，系我嚟紧咧即将会喺1月31号啦，即系今日几多号啊？28号，咁我如果我剪得埋條片，可能係30号，咁即係1月31号，我就將會推出我嘅2013年 HK Wrap Up 啦。咁啊，已經係第六年做我嘅 Wrap Up 系列。咁啊，今年咧其實係做得幾辛苦嘅，我覺得，因為咁啱即係今年嘅工作比較多啦，咁好多嘢都堆埋一次過喺年尾嘅時候啦。咁同埋今年嘅新聞咧，大家都相信都知道係比往年嘅特別多。咁所以喺做資料搜集咧，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做 Wrap Up 咧，我真係亂噏。即大家見啦，譬如呢、這個，我係真係有做足資料搜集。譬如大家見到啦，娛樂新聞啊，即我係做曬功課，做曬資料搜集，即係冇問點解咁多新浪啊，嗱，即做曬資料搜集嘅呢啲，即係做足功課。呢、這個就係時事啦，係惡劣嘅程度係多到係，即大家會睇到十幾版嘅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呢啲嘢。即係我係做，即係做咗，反而係嘥咗好多時間喺做呢啲資料搜集度咯，係未完嘅前後版嘅大佬。anyway 做咗好多啊，咁我費事好似曬命話自己好勤力咁，係咪先？誒呢一歌咧，其實我覺得今年我自己覺得係都叫 keep 到水準啦。我唔可以話自己好出色嘅，即係我覺得好出色呢啲係等你哋稱讚我嘅。咁咁我都相信喺你睇到呢睇到隻 MV 聽到隻歌就嚟都會稱讚我，所以我喺度就要謙虛啲。呢、這個 MV 嚟緊同往年有啲唔同啦。咁今次我特登俾多咗少少時間啦，之前我哋多數都係拍一日就剪3日咁樣咯，咁我哋今次係拍2日就剪5日咁樣，咁我覺得成個 production 我哋嘅 scale 係大咗嘅。咁喺度首先多一次多謝我哋嘅 MV 嘅團隊啦，咁啊 Hexapoda 啦，咁就係包括有阿海啦、Dennis 啦同埋阿星嘅，咁啊仲有佢啲朋友啦，阿星二號啊，我唔知咁啊叫阿星馬星二號咯。阿星二號啊，阿海嘅老婆啊，阿 Lay 啊，好多好多好多兄弟啦，我驚我噏錯你哋名，所以總之好多兄弟佢哋幫手啦。今次我哋好多都係深夜拍嘅，因為我哋諗嗰件事咧，可能要多啲人同埋多啲嘅人成啊，所以費事喺日頭咧就可能會好撞到啦。咁當然主要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好好尷尬啦，咁所以我就唔想喺太多人太多人嘅時候拍嘅。我希望今年我哋有少少嘅進步，希望大家如果你真係睇完呢條片，你覺得你中意呢只歌，你都 OK 啊，唔好話中意啦，少少 OK 呢只歌都好。你撳完個 like 之後咧，順手撳埋個 share， 咁呢個係我嘅即係對我嘅一個少少嘅支持同埋鼓勵嚟嘅。一個系列做咗6年，你要知道係一件都唔容易嘅事咯，喺香港。同埋呢只歌我覺得幾有意義，呢只歌其實我係想俾所有香港嘅朋友聽，我希望係做一個記錄。香港10年近代史嘅，即係咪叫近代史、現代史啦，或者咁叫啦嘅一個嘅用音樂去記錄咯。咁呢個係我自己嘅諗法嚟嘅。好啦，就係講到呢度啦。咁又再重複多一次，1月31号咁嘅11点喺我嘅 YouTube 咧，將會可以睇到呢一個13HK Wrap Up 嘅 MV 噶。咁當然啦，同一日嘅時候咧，你哋亦都會可以去到包括 iTunes 啊、KKBox 啊、Move 啊、Spotify 啊、Soliton 啊、HiFi Tracks 啊等。等所有呢啲嘅平台、曬電話等等咧，你哋可以聽到最萬眾矚目嘅全完整版本啊！今次嘅完整版本係成13分鐘几嘅。如果你真係支持我嘅，記住 share 我呢條片，記住撳個 like， 最重要嘅係記住 iTunes 買我嘅歌。多謝大家 ，peace。